有一个了，左边红色集装箱，红色集装箱，没了吗？倒的，不对，还有啊。下雷了他，打你的看不着，感觉一开始跟着我们跑能跑过来。东西吧，爷，什么意思啊？破钱，破钱！我的，死了！我操！他突然间，我以为他给我丢了颗雷呢，突然间丢东西了。还在外面，在外面对呢，马上死！我的，感觉泰米打车还在那个镇顶上。这么快就爬上去了吗？对，教堂里那个镇顶上，就找了一个。教堂那个镇顶上有一个。你去往楼顶那个楼木楼梯丢雷吧。哎，不点。我操，接了一梭子。几件箱接了。下的。一楼一个。还有一个，一楼门口。没救那人。一楼木房门口。门口没救那人的。往上跑了，往上跑了，往上跑了。啊！我打了下脚，兄弟。往上跑了。就在开门啊，还想这么打丢蓝圈了，完了大门口有一个，啊！